哋一般我哋嘅客路咧都係喺本地客為主嘅。咁當然啦，喺呢個地方咧，咁係有一定嘅遊客會嚟呢一度。咁對於客路方面咧，一定係流失咗部分嘅遊客啦。咁但係咧，就呢一段期間都即係保留到本地客嘅生意嘅。其實唔單單對於我哋鋪頭，其實對於整個澳門咧，促進咗個經濟嘅消費，令到好多人都會即係出翻嚟消費喺本地區消費咁樣。其實在這段期間一定是非常之困難，但是呢就怎樣互禮互勉，就只能夠是做好自己，做好自己店鋪本來 的品質，這樣才可以保留到原本的客人。